다리 길게 南宋王朝已经向我们走来。南宋是中国封建经济走向鼎盛的时期，无论在经济、科技还是文化艺术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都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更是大大超越前代，均当时世界的潜力。南宋时的杭州人口多达百万，是四方福奏万物所聚的著名大都市。 室内，金曲纵横，常有酒肆，异常交响的景象，异域风情的歌舞。
Yeah,